传说中，很久以前，我们的小镇上有一块从外太空坠落的不可思议的石头，我们把这块石头称为石之翼。这是一块长得很像翅膀的石头。小时候，我总是眺望天空，幻想着拥有石之翼的太空船，遨游在浩瀚的宇宙中。但是现在，这种童年时光的幻想终于要结束了。再见了。真奇怪。怎么了？通讯不太好，有轻微干扰。哦，这是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吧？天气不好？哦，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雷云的关系吧。刚才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不过雷云本身并没有什么异样。在这个季节有雷云真是很少见了。乔基，特别监测一下气象情况。明白。对了，最近好像没有看到千叶参谋啊。千叶参谋被总部派到东京参加各国首脑会议。最近世界各地都陆续发生了变异，可是你们 GARD 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掌握根源性灭亡体的全貌。我问你们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敌人的真面目呢？我现在还无法告诉你，但国际上的协作组织如果现在崩溃了，我想 GARD 的运作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，这样防御根源性灭亡体的侵袭基本上就不可能了。但千叶参谋，如果我们继续信任 GARD， 就真的可以避免被毁灭了吗？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对 GARD 抱有不满态度的要员越来越多了，一个个说服需要花很多时间呢。其实他们也很不安。自从根源性灭亡体出现之后，无论是谁，对于不可预见的未来都会感到不安。现在离晚上的聚会还有一段时间，要不要先去哪里休息一下？不好意思，请稍停一下。是。怎么了？我想去买一个旅行者二号。哟，陈四舅舅，妈妈，舅舅来了，陈四舅舅来了。大哥，你已经三年没来我家了。因为工作太忙了。红熙好像又长高了不少啊。每次都把我当作小孩子看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。长大了吧，送给你的。哇，好棒啊，可以打开吗？当然可以。还说自己长大了呢。这是旅行者二号，舅舅。三年前我送给你的那个镜头有点太小了，加上这个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了。谢谢，可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不需要？
怎么，你不看星星了？舅舅，现在看天空只会出现恐怖的东西，像毁灭地球的怪兽，还有根源性灭亡体，只有这些而已。三年前，舅舅第一次买了天文望远镜给我。在那天晚上，我和舅舅两个人在石之翼山上架好了天文望远镜，好酷啊！那个就是土星吗？我好像看到光环了。没错，再过去是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，我们人类居住的太阳系就到此为止了。舅舅，那么太阳系外面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有其他有生命的星球存在呢？应该有吧。接着，舅舅讲了两艘行星探测器旅行者号穿越太阳系的故事给我听。旅行者号带着人类的信息在宇宙中漫游的故事。于是我把舅舅送给我的天文望远镜命名为旅行者一号。可是我已经不再看星星了，所以我把旅行者一号埋在了石之翼那里。红熙，可以跟你聊聊吗？根源性灭亡体的确是存在的，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。什么？指挥官，那个雷云突然急剧扩大。 Point 365K 上空。这个是在这块云的后方产生了时空扭曲。难道说在云的后方有虫洞？墩子，立刻通知该区域的民众紧急避难。知道了，这里是空中基地。李主任，立即出动闪电队。没问题，马上出动。闪电队出动。指挥官，通讯线路发生故障。试一试所有卫星频道。每条线路都有干扰，无法进行通讯了。难道是因为雷云吗？虫洞要打开了。
发射。这么慢，机油基地的避难引导部队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冷静一点，不要慌张，还往这边走。怪兽来了！总部，请回答，这里是 B 班，请指示后方的避难路线。这里是总部，敌班请由国道避难。重复一遍，敌班请由国道避难。总部，总部，西区的机密也逃到这边来了。A 班的引导员究竟在干些什么呢？无线电不通，完全无法了解情况。陈燕参谋，参谋，就21号线全面禁止车辆通行，在新丁路口配备人员，然后把西区居民引导到瀑布那里去。你负责把消息传给各个班队。是。各自避难完毕之后，用信号弹通知大家。是。是。快。响尾蛇飞弹发射。闪电队的飞弹命中率下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怪兽的关系，飞弹雷达诱导系统发生了故障。解除诱导系统吧，现在只能用手动的方式来攻击了。可是通信有障碍，如何传达指令？我们 EX 号出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从库隆队那里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我们可恶，怎么打不中呢？解除飞弹诱导系统，改用手动方式攻击。明白了。好，发射。先派一个人去引导急救车辆，你负责东区的居民疏散，你去引导居民。是。快，快，动作快，快点，请往这边走。确实存在的，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。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使你放弃了继续观察星星。但是你要面对现实，像个大人一样好好想想。你要知道，当你放弃仰望天空的时候，你所失去的东西，你真正失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
你真正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好，所有区域避难完毕，全体撤退。是。红心，千叶参谋，千叶参谋，你们先走。红心，红心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快去避难了！我要把旅行者一号拿回来，我把它埋在石之一那里了。旅行者一号让我看到的不只是星空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。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。红心，危险！你没事吧？快趴下！是盖亚奥特曼。
陈四舅舅。嗯？那个石之翼，说不定真的是某个星球太空船的船翼。嗯。嗯，我差一点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我知道那是什么了。是吗？陈四舅舅。哎。那个，我还要听旅行者号的故事。好，我讲给你听。公元1977年，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了两艘行星探测器旅行者号。嗯，他们载着地球上的许多信息飞向遥远未知的宇宙深处，例如风的声音、动物的叫声，把地球上的声音录在镀金碟片里面。另外还有农夫、小孩、宇航员等，一共是有120张介绍人类的照片。旅行者号带着这些讯息在宇宙里四处旅行。那天晚上，舅舅还说，我们要继承旅行者号的梦想。于是，我决定继续遥望这片天空。就算现在会出现的可能只有根源型灭亡体。把两艘旅行者号送到宇宙中，这就是人类梦想未来的力量。兽出现了，但是博梦，我要取消你在 XIG 的资格。下一集，盖亚奥特曼驱逐我梦。